今天我们又来到一个全新的城市，二线大都市，而这个都市还有一个外号，特别的响亮，热都。That's 乳都，中国的顶尖的乳业品牌蒙牛和伊利，都是从这儿出去的，都是从这儿走向的世界，是吗？啊，这是他们的起点啊，它就是呼和浩特。乳都这名字真的挺牛逼的，特别的有母爱啊！来到了乳都，我首先想到了就是吃。铜锅涮肉，其实这个铜锅涮肉它起源就来自于内蒙古，说是他们那个行军打仗怎么着方便，然后这么着方便，然后这么着吃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品尝一下这家小队员推荐的小米餐厅，味道到底怎么样 ？Let's go！ 注意啊，这个小米餐厅不是雷军的那个小米啊，雷军估计也没有这么大产业啊。你看看着金碧辉煌的大金边，我挺帅的啊。Let's go！ 我真的其实挺喜欢这种地儿的，宝藏店铺嘛，就是别人都没有尝过，我先吃了，这种感觉。我估计这地儿啊，当地人知道都少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来一大爷，我就站小米对面问他，大爷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涮锅肉？没有，特牛逼。小米这风格还挺多变的啊，刚才外边是那种金矿，然后。里边是布面，现在就是整个全是蓝，看着不错啊。嗯，跟爱琴海似的。咱四哥，你好，吃饭四个人，这有点像，这就是家里改造的，是不是？是，这种馆子看起来比较亲切。确实，这都是送的，是吗？我这次说的。啊，这次送的。咱这羊肉一斤，一斤一盘是吗？对，65一斤。来，那来一斤，来一斤涮羊肉。来二斤吧。来，再来一斤肥牛吧。你就先吃羊肉啊。那来两斤羊肉。行，来两斤羊肉，然后别来吃吗？来点菜吧，直接。两斤羊肉。对。来茼蒿。拼一下也可以。来茼蒿吧。大油大宾，他这是大瓶的还是一罐一罐？大瓶。来一个大油大油，来一个大油嘉宾，够吗？够。反正咱俩。行。菜够吗？菜够，不够我们再续吧。够。行，谢谢您。刚才一下上很多，不知道以为吃那个韩国烧烤呢，是吧？那种感觉。这个炸花生米和酱油肉是送的，咸菜丝也是送的。哎，这个好哎。韭菜花，哇，植物味道。这个韭菜花是西蒙的。西蒙的啊，西蒙的。我这大辣椒挺牛逼的，大辣椒刚才给镜头了吗？我把你没说啥。这是什么辣椒呀？这个是当地的一种脱线大辣椒。哦，脱线大辣椒。当地有个地方叫脱线。啊，这个辣椒特别好吃。特别好吃。特别香。行，最后介绍一下啊，最后介绍一下。来这边就得喝点白的，尤其是吃铜锅，就会吃。你跟着我就对了。来点。先来点。大哥，你这个。侮辱我靠！不是我说先来点吗？来，还行啊！哇塞，一盘一斤！我靠，他这厚切是吗？你这切也挺厚的啊！对，咱们涮那种羊肉，你懂吧？稍微涮涮，你捞出来不用，你就让它煮着，一直煮着啊！嗯，老板的意思就是你煮时间长，它也不会碎。对，因为它切的厚，对，因为切的厚切嘛。哎，内蒙吃肉你知道吗？对，大口大口吃肉，你找着是。其实按照咱们这战斗力来说，咱俩一人一斤其实不多。不，快吃快吃，快过，尝尝。哇，这肥是肥，瘦是瘦，知道吗？哎，这羊肉味儿挺重的啊，挺香的，尝尝，我操，巨无敌。我觉得啊，说明它这个羊肉的密度挺好的。一看经常在大草原里飞奔那种感觉。你拿这个肉，就口这个辣椒。啊，绝了！就口辣椒。啊。来点辣椒。你来点，这跟薯片似的。是吗？啊。哇，真的。跟零食似的，就是肉吃，确实不算便宜。讲一讲，挺勤啊，勤点人来内蒙啊。是。
看他酒了吗？哎，你干他酒，他一点都没下。下了。我倒多少？我倒这儿。我靠，我都快喝完了。不是，我给你倒少。我倒这儿。哎，你这太过分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给大家看这个啊，中国的通心粉。粉中间这块是空了一点。对，有一眼儿，它这叫通心粉。咱们这就是还挺实诚的。刷。刷刷啊啊啊！其实不烫，对，就是想做出一些区别，让你们觉得我跟普通人是一样的。大姚嘉宾，大姚嘉宾，他这个从名字上来讲啊，大姚嘉宾就是我们小时候那种，到了现在你知道吗？有年代，有年代感啊，就是通过他这个名字，根本都想象不出它是一个什么味道。嚯，我操，它带气儿了。哦，跟啤酒似的。碰一个吧。嗯，来，祝小队员们事事顺利。嗯，发发发。给大家看啊，国产空心粉，有点像果豆了。有点用那种宽粉那种感觉。这更有嚼劲。我尝一下土豆啊，内蒙土豆特别有名气。从外表看啊，差不多是。尝尝它那个内在有什么区别。内在也差不多，这锅里也没什么东西了，不加了吧，就这样吧。以酒代肉，最后一口，咱也干了吧，好吧，干，痛快一点啊！最后一口，我吃。行，吃完了啊，点评一下，就说一下他们家一个羊肉片。这是我们在内蒙的第一顿，我看他那盒开了26年了，属于老内蒙涮羊肉了吗？正经老内蒙涮羊肉啊，大家也看到了啊，后切这么厚，一盘就是一斤，确实味道不错啊，而且他这个店确实鲜为人知啊，贼大道里啊，700-800的，好不容易才能找着啊，所以我们用科学打分法给他打了一个4.41分。这家外环境挺有意思的，一看就是自己家改的那种感觉。宝藏店铺嘛，属于宝藏店铺嘛，不太好找。这回我们人均吃了54块钱，哇，真的是挺便宜的。说实话，如果有来呼和浩特旅游或者工作的小队员，可以把这个视频收藏了，到时候你来品尝一下。这家店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塞罕区桃李巷15号小院。行了，今儿这么着。下回大家吃点别的，再见。